Hello，Hello，hello. 小红书的同学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冯俊啊，我又回来了，很开心，我终于得偿所愿，马上就要进组了。最近啊，这个跑通告实在是太累了，有的时候呢，我就回到家，我都不怎么想起床，我就想直接偷懒，直接想睡觉了都。但是我发现了一款非常好用的这个卸妆产品，就是这款。我觉得吧，大家应该都喜欢这种卸妆能力强又很方便的卸妆产品。我呢，剧组就经常用的是这款贝扬斯的卸妆啫喱。它呢，我之前也小红书上面也搜了一下卸妆产品啊，它是一款西班牙的这个国民产品。我也发现我身边有很多朋友也用过这款。它这款卸妆啫喱呢是贝扬斯新出的，大家也都能看到啊。拿近点，它是这个黑色啫喱装的。因为里面啊，我查了，它是加了这个活性炭的成分，所以看起来就有点像是那种黑化了一样。然后卸妆的时候，它可以吸附这个毛孔里面的一些堵住的这些脏东西。这样，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啊。稍微倒一点啊，不要倒多了。放那儿。然后倒了之后啊，我搓一下，看，就这样啊，搓几秒，按摩几秒，很快就溶解了。它这款产品。不乳化就是很方便，要不这样，我给大家用那个口红展示一下，姐有没有口红？好，来涂一层口红在手上，然后呢，倒上，其实不用太多，倒一点点，然后就这样搓，可以看到卸得很干净，搓几下就卸掉了，很方便，非常干净。卸完之后呢，也是很清爽，大家都知道我。我本人不太喜欢那种非常黏的或者是非常腻的一些这个护肤产品，所以这个东西就卸得很清爽，不会粘黏。而且这一瓶说实话不是很贵，怎么用都不心疼。好了好了，今天呢我的好物分享就到这里，我要赶紧卸妆准备休息睡觉了。记得啊，大家每天都要做好卸妆这个工作，这个步骤真的非常重要，不管你是擦了粉底还是擦了防晒还是擦了隔离，都得好好卸妆，保护好自己的皮肤。下次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好用的，我再给大家分享，拜拜。小红书